台版卡戴珊家族更新， S 妈黄春梅接受采访，被问大 S 韩国买房的事，她回复用肚脐眼想也知道不可能，西元之前北京都不去住了，小孩会在台湾学好中文，也没有和大 S 吵架，因为我不会吵架，只会痛骂。对于大 S 和具俊晔的事， S 妈被要求当观众和路人就好，让我看鱼缸里的鱼游来游去就好。S 妈也重申生气原因，有人照顾西元我很开心，但她之前和小飞离婚没和我说，这次结婚也没和我说。最后 S 妈表示女儿那么大了，我会放宽心，不然血压升高，哪天躺下来就有戏看了。